亲，晚安，大家好。有食饭无？今日天气安尼有凉爽吼，拄好外口安尼天气凉凉啊。他秘书长上课安尼内容，带有一个概念伫底嘛吼。好。我请小问一下，来自宜兰州的请亚手，宜兰州为宜兰而来。好，谢谢。台北州。好，谢谢。新竹州的，好，谢谢。台中州，好，来。台南州，好，谢谢。高雄州的无，好，辛苦啊，好。看会动的往头前坐一下，往头前坐，往前坐，好，往前坐，不要紧。你那刷紧动吼，甲坐哦，较歪的，好，坐较歪的，不要紧啊，好，来。今日题目吼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看这个名，我请问各位同心，台湾即马有正常无？为啥有这个名？敢看就知吼，即马台湾国际地位无正常，吼，一个土地面顶竟然有一个流亡政府。他秘书长有甲恁讲吼，秘书长啊，吼，他甲恁讲迄个流亡政府。流亡政府以上，对吼，你也白知啊。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吼、哦，所以咱迄个国际场合内底，尤其咱印象较深刻的奥运，奥运很奇怪，每一个国家拢有一个名，比如德国就叫德国，法国就法国，啊，有啥台湾人去参加这个队伍，叫做 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好、哦，我问各位 ，Chinese Taipei 是中国台北的，请举手。中国台北 ，Chinese Taipei 叫做中国台北举手，中华台北举手。好、哦，谢谢。其实这個答案吼、哦、唔对，伊全名吼、哦，因为咱了解英语，包括这個记者咧解说 ，Chinese Taipei 拢爱讲中华台北，咱讲听甲足顺的了，会去。了解讲，先说知影讲，什么叫做 Chinese Taipei？ 咱说想讲记者讲的拢对啊，未去验证。哦，先说甲同心过，同心爱了解一点了。你来遮听到遮法律知识，哦，相信千万你一定爱记得，爱去验证，要去验证。哦，每一个讲师讲的内容，你爱去验证，这安正讲有合迄个法律无？吼、哦，什么叫法律？国际条约、国际法、吼、哦、战争法，叫啥？国际条约。吼、哦，像咱然后听到这些内容，比如怎样甲恁讲解，叫啥？互咱有一个基本上的，有一个心内一个啥知识，来慢慢建立。因为咱即下接受的这些常识知识，拢是错误的。吼、哦，比如一个该讲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对吗？唔对呢，啊，安尼，啊对安尼，真实的吼，流亡伫印度，有一个吐蕃政府，大家有印象哦？一般拢叫做西藏流亡政府，伫对，伫印度的对一个所在，达兰萨拉。伊刚才讲吐蕃就是印度，印度就是吐蕃，会用的无？袂用的啊，吼、哦，因为重点是啥？占领不用移转主权，流亡不得就地合法。流亡去一个国家，吼、哦，依照国际法来讲，伊家会用的流亡伫一个城市尔，吼、哦。我举一个例来讲，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甲比利时，伊用流亡伊对，流亡伊英国伊对，伦敦叫做 French London， 叫啥？比利军 London。亚洲嘞，韩国，吼、哦，韩国流亡政府伫对，伫中国的上海 ，Korea Shanghai。伊全名就哪参像中华台北一般人讲，其实伊全名叫做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伊掠头甲掠尾，中央所在咧，惊你知影哦，所以甲藏起来。但是全世界拢知哦，除了台湾哦，咱本身咱台湾人去讲戆啊空的。正确的原因啦，咱认为听到就正确，袂去验证。
人讲就对，电视听到的，记者讲的，吼、哦，伊报道的认为迄就是对的，敢对？为啥叫做政治联合？后壁有咧物件，那亲像咖喱昂啊，吼、哦，咖喱昂是咪手落个内底都啊敲叮当，啊演出戏互你看，政治联合就是安尼，演互你看，明明只咧咖喱昂啊，伫舞台甲舞台卡只个观众。拢空起来，拢无关系。演互你入戏、入戏，啊！大家看，最爱看老爷的啊！吼、哦，像看遮个电视节目，吼、哦，看有遮个新闻，你会义愤填膺，你会感觉讲，这就是阮家的代志，我就是要参加。为啥会投入选举？足简单嘞，伊演一出戏，互你知影，互你看，互你挡袂牢，就打入去啊！迄就是陷阱。哦，伊就讲，哎、欸，国民党、民进党，伫即开始的时阵，又甲伊讲啊，哦，为台湾的是民进党带领，啊，大家想讲，哎、欸，对啊，台湾团结联盟、民主进步党，内底拢台湾人诶，啊，正讲为台湾，啊，中国人拢免讲，迄拢为外国来，甚至啊，讲外省，其实即外省即名词，包括咧讲大陆，即两个名词，大家爱记咧。咱咧了解国际法律了后，咱有一个观念：，即、這个外省甲大陆是代表啥意思？同一个口罩的人，全世界甲你判断，你会叫伊外省的，叫伊大陆，迄代表啥？你们是一家人。吼、哦，伊是河北省，你是台湾省，哇，你讲食豆腐哦？明明咱甲伊都无同一个国家的，吼、哦，这片土地，咱嘛知影，这片土地。有大人对吧？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是不？他要上课是不？就想一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举手。唔对的请举手。唔知的请举手。甲各位讲吼，这土地有主人，吼、哦、有主人，主人是对。咱看你的正手边，这两百度。这两百度，每一区的区办公室、军的办事处，拢有这两幅图哈。倒手边迄个有一板桥对无？下骹有两只鹅啊，吼、哦，这代表是啥？这个土地的所有权者的一个代表，吼、哦。正手边迄个，迄个啥？奥巴马啊，边啊嘞？因太太，啊，因太太手摕着啥？圣经，圣经代表讲对这个天。就抓宣誓，我要为美国来效忠，为美国的百姓来设想，吼、哦，照着万国公法，尊重人权，干啥民主，吼、哦，促进美国的一个发展，伊才会啥，望着圣经来就发誓，吼、哦，就任就职嘛，宣誓就职，吼、哦，摆到啥，以效忠美国的决心，吼、哦，干啥为美国利益来奋斗。这代表啥？管辖权跟占领权。好、哦，为啥这两百度在遮？一个是代表伊对台湾的所有权，是吧？日本天皇，吼、哦，台湾这片土地主人唔是迄两只鹅来吼，嘛、哦、唔是板桥的吼。哎、哦，记得哦，迄板桥内底是咪有一个像宫殿嘿，迄叫做皇居，伫东京，吼、哦、二重桥。你看迄板桥，你也袂记名，足简单。你有看迄板桥有两层相夹起来，对无？伊叫做二重桥，吼、哦，伫皇居，皇居伫东京，吼、哦，内底啊，带着天皇，哦，天皇陛下，啊，天皇陛下代表什么？他对我们的关系，啊，这是占领者一项，足明显的人互你看，吼、哦，像美国总统，这幅图是伫秘书长。吼、哦，在2006年12月4日控告美国了后，美国的单位送予咱台湾民众这两百度，又交代讲这两百度炸弹诶，予恁的秘书长看，伊就知啊。秘书长哦，欸，我2004年了解开始研究了，欸，都要 match， 吼、哦，都要把啊，日俗甲美战，吼、哦，大家比较起起来哦，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日俗美战，吼、哦。日俗美战，来咱比下一下嘿，无一当阿个袂记得哦，当阿个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台湾哦，哦，一定要记得哦。台湾的国际地位
四个字，简单明了，跟啥？日属美战，日属的属，日属上一属，属于日本天皇。吼、哦，台湾这片都是属上的，属日本天皇，不是属日本哦。日属不是属日本哦，是属啥？日本天皇。哦，要笑清楚嘿。美战呢？美国军属占领。哦，笑清楚吼、哦，美战，美国军属占领。哦，再加2009年4/7，哦，得到五项的结论。哦，美国，这台湾人员记啦，美国的军属占领当中，哦，这重要哦，哦，你一定要记得嘿。哦，这美国的迄个司法部，伊根据这个巡回法官不让的判决，得到的五项的，伊这结论。哦，这五个结论呢，每一州州办公室加军的办事处拢在变。哦，你有时阵咧加。哦，像民众，你另一你有机会，哦，甲州的办公室去找你的秘书，哦，甲郡守，甚至啊，即个州的议员，哦，啊委员见面的时阵，你啊，你要分享去了解，哦，这是这图要安怎来解说？最重要的一点，你前提你一定爱记的，哦，买啥《新台湾论》一本，哦，买书找我小姐，怎啊无伫座位上，这本一定爱买，哦。读个清楚，有一个好处哦。你过了解透彻了后，你袂讲哎，我刚刚听听的靠印象来回答，不一定哦。内底拢是啥？国际法、加啥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再甲所有国际条约、甲台湾这片土地所有权者、日本天皇，包括啥占领权、美国总统有关的一寡国际法的内容，一本内底，你要得个，你要了解的答案。拢伫个一本内底600几页，我初期你也无了解，你会用为后边几页漫画吼，迄、哦、日本的一个小姐画真精彩，你会用为了开始看，看了后咧为300几页，还有一个啥是谁清洗了台湾人的记忆，你为了开始看，看了后慢慢再转去看。其实台湾的国际地位甲啥，甲琉球足像的，吼、哦、Okinawa， 你刚刚就奇怪，那甲 Okinawa 足像，是。好、哦，你伫新台湾论内个，你往下会去看到精彩、详细的分析，你就会当了解啊！吼、哦，台湾是安怎？一开始咱依早细汉读个，清朝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这是为主缅甸读的，是安尼吗？好、哦，咱请台生，咱找一下马关条约的内容，吼、哦，和大家来。东西来看卖吼，《马关条约》的内容。这《马关条约》这马关吼，其实是伫日本的下关吼。啊，但是啊，全国人伊拢讲迄是马关吼。来看《马关条约》的原文内容吼，大家看清楚哦。签这个，咱任何人咧签条约，包括咱上简单的。你租厝，咱甲厝头家租厝，开头的是毋是有两个属主、事主啦、啊？吼，这代志的主人两个同款。这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同款，有两个主角：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甲啥？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有看清楚吼、哦，目标是对两个人，拢是皇帝，对无？系啊，问题伫遮啦。吼、哦，敢是清朝甲日本？唔是呢，因为大清帝国也好，日本帝国也好，皇帝一较大片的国家，伊无法度一个人去治理伊啦，请一个伊信任的政府帮伊做啊代为管理，像清国伊有一个清国的大臣专门啊帮伊处理内政的问题，哦，像李鸿章，哦，左宗棠，像类似像安尼。日本帝国同款，有啥？日本政府帮伊啥处理这个管理，吼、哦，规个国家大事，吼、哦，譬如啥物内阁，啥物内阁，吼、哦，总理大臣，吼、哦，军需大臣，就是啥？日本政府来对管完，吼、哦。啊，这内容咱了解了后，吼、哦，咱接下来看，吼、哦，两国及臣民重修和平，才会去定嘛，吼、哦，这赢甲战败两个国家。一定要签啥和平条约、哦、一定要签和平条约，不爱签会用的无？会用的继续战，
战甲全部拢亡国为止，所以一定会签条约。每一个国家拢共款啊，国家到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代志发生的时阵，甲最后拢爱啥？照战争化内容爱签哪？签和平条约。哦，再来慢慢去解脱迄个啥？战争化的定数的呀，结束军事战，赶快哦！好，来台生，谢谢哦。来，咱回到主题。日本天皇在1895年的这個马关条约，咱哪有看到？伊得到啥？得到台湾跟澎湖。哦，拿到变啥？变作日本天皇的日本，等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伊是殖民地一开始是安尼无唔对，但是啥？照万国公法的定数，因为日本帝国伊是啥？按照万国公法来定啥？日本帝国的宪法。哦，这大家刚刚拢奇怪，那日本帝国有宪法，就简单嘞吼，因为今咱所了解接触的叫啥？民主的宪法，一寡民主国家是咪？哦，一个国民大会啊，去立一个宪法，像中华民国的宪法。但是这部宪法在1949年10月份终止啊，伊无法度搁使用啊，因为伊向官离开原来的国家，流亡来个遮。伊来台湾是移民吗？还是向不得已逃出来的？这最重要一个观念吼，伊也是移民。欸，伊就可能不用效忠伊个国家，但是伊是去用赶出来呢，流亡呢，他是非自愿性的呢，一个啥难民，所以大家知啊 ，refugee 人个英语讲难民，正讲是中国的难民流亡来台湾，这土地为啥也流亡来遮？奈无走去菲律宾？因为中华民国甲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伊个关系是啥？同盟国啊，对吧？吼，大家知道同盟国啥意思？比如咱两个，你甲我朋友嘛是的，我好康一点，甲你斗照顾，甲你斗关照，对吧？同款，吼、哦。美国人像1945年的10月25，和这个中国的占领军来帮伊代理占领美国，哇！啊，唔知讲才4年俩，那变流亡政府未收煞的嘛。所以只好让他来这里帮他来管理一片土地，省钱够里头拿、哦、这后面再跟大家说明、哦、你刚刚看到机关怎么有这个啥教书呢？什么叫教书？圣旨啊、哦、像中国来说叫做圣旨签国啦、哦哦、圣旨搞到啥一个太监来客啊，大家吾皇万岁万万岁啊，就跪下来这边，这只要大家吼，提安尼足恭敬客吼，啊！这教书内容会写啥吼？伊在1945年的4月7日，哎，江叔，4月1号是愚人节嘞，啊，愚人节呢？江叔，你还讲4月1号是行宪迄啦诏书的颁布？我跟你讲吼，你要新台论，你阿未买也无要紧，你只要先用纸小记者。新台论内容讲啊足清楚诶，伫306页吼，你306页，你明仔也是较晚诶吼，你要买新台论，你先到306页，内底甲大家讲解一下吼。是安怎日本政府选择4月7日当作台湾领土正式编入日本领土？简单，因为4月7日伫日本国家即个体制内底吼，伊足侪讲大即个意思吼。第一，是日本政府会计年度的一个开始，哦，然后所有的公司嘛，照这个运行来运作，哈、哦。第二点，你若今仔未记，你应该用纸甲写起来，哈、哦。明仔载306页，你就掀起来看。第二点，日本新的公司成立日，还是合并的日期，哦，成立日，要不然合并日，赶快拢选4月1号，哦。今年来的马克龙选来做啥？区域合并的日子，吼、哦。再来第三点，是日本社会真侪新进的员工的就职日，吼、哦。你比如去一个公司，吼、哦，新入要新入来，要定时啊上班4月7日，吼、哦。再来嘞，
是日本社会真侪不动产，即、這个租人的契约签约的日子，吼、哦，足正经的日子，吼、哦。过来，日本学校开学日，吼、哦，所以四月一号，咱想看卖啊，人咧讲四月一号愚人节，你要改对吗？你要跟着人家的步调，人家讲四月一号是愚人节，你真的要过愚人节吗？甲大家做分享哦，愚人节为对这国家来，法国。法国的愚人节，请问在座，你是法国人吗？那是法国人，法国的嘉年华会，你有要参加无？全世界敢有规定讲，一定爱过四月一号的愚人节，有无？无嘛，啊，啥物人戆戆对人行？因为这些流亡中国人，包括这些记者、电视媒体知影，恁台湾人拢空的，戆啊，讲啥你就对啥。所以四月一号愚人节就讲啊，不亦乐乎啊，无人会反对啊，你看啦，这囡仔人咧过日子，无正经啦，你看啦，拢共算长啊，吼、哦，拢发布假，啊，共做弄，吼、哦，用诡计害人啊，那叫陷阱啊！以人家看到人家落入陷阱而取得快乐，这是足无正常的一个心态，吼、哦，这真要不得，咱唔通去做安尼事，吼、哦。那正经认真来过生活，吼、哦，不要随便去捉弄人家，因为啊，只敢讲生灯，讲开玩笑，你的信用度都无去啊！哦，你平常时发表文章讲讲的，拢讲开玩笑，讲生灯，后摆你讲的话有人要相信无？无要相信，吼、哦！所以讲，咱有一个观念，日本政令甲会计年度的新的开始伫对一讲。四月初一，吼、哦，这是真认真吼。天皇有对应啦，下一句，昭和二十年四月初一，内阁的总理大臣啦，小矶国昭，吼、哦，后壁有石器的名吼，崇光葵，崇光葵上签投降书约吼。1945年的9月2号。你也别惊，别记，我正讲的日子你甲写起吼。1945年9月2号，哦，连密苏里见缅甸，哦，签那投降书，崇光葵，好、哦，伊代表上诶，代表日本政府干啥？天皇，哦，过来一上，吉田茂，吉田茂就是参加1951年9月7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很特别的吼，伊伫1952年的4月28号来生效，吼、哦，你要记得这种重点哦，吼、哦，吉田茂啊，崇光葵，吼、哦，这种重要的人物，吼、哦，这个天皇的音啊，无乌白长，所以才会爱讲四月一号是愚人节，真实的，你伫日本国的体制内底。4月1号，我插插你的愚人节，甲阮扛起来，要过愚人节去法国、去别国。日本国内底无迄个愚人节，哦，这样对咱爱叫啥？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像郝柏村讲的，咱是啥？咱皇民呢？天皇的臣民叫做皇民。郝柏村伊就知啊，啊，啥物咱拢唔知。啊，是安怎即马才要讲？足简单诶啊，看袂掉啊！2006年10月24日过，2009年4月7日得到这五项结论，全世界拢知啊，本来就知啊嘛。因为这个美国国务院所指导的这个 AIT 去管理流亡政府，流亡政府伊其实吼，伫台湾关系法内底是啥？台湾治理当局。你休息一下台湾治理当局，台湾治理当局，所以这电视媒体叫流亡，这叫啥？政治台湾，你是电视看的这些政治人物，伊是对一个系统，正是台湾的台湾，假的台湾人。哦，伊讲的台湾是代表啥意思？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法官你对嘞？伫美国宪法内底。叫做啥？台湾关系法。你也讲奇怪，江苏台湾关系法那伫美国宪法内底，啊，英国宪法那无，法国宪法那无，平平拢同盟国，是安怎的？加美国宪法才有台湾关系法？
就简单呢，重点伫对《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四条 B 款，甲二十三条 A 款内底有讲。第四条 B 款就讲，伊所占领这所在，日本帝国的所在，伊处理财产，吼，弄啦，由美国军事政府来主要分配。所以咧 ，ROC 就是日本政府，伊早晚拢爱离开台湾。想讲的遵守美国军事政府，咱伫只看会到哦，吼，对不对 ？USMG 啥意思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啊，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的 B 款，伊有啥拥有这片土地的财产的分配权，拢爱听伊讲的遵守。好，所以在流亡监护里的不当所得，加美国说了算。好，我们是讲了中华民国讲的遵守差侪了。过来咧，二十三条 A 款，二十三条 A 款讲的啥？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主要占领权国有啥咪重大的意思？伊对啥？对占领地有分配权，有占领跟享有的权利。等于讲，这土地啥拢爱听上诶，听美国诶，吼、哦。美国伊是主要占领控控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principal 啥意思？一个尔，主要诶啦。这世界讲主要是两个无，有无？什么叫主要？主要就是 only one， 一个尔，无迄个两个。哦，搞双胞胎没有，所以美国是来决定伊。占领地区意思啥？因为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唯一一个透过武力来征服日本帝国的国家，哦、所以叫做啥？主要占领全国地。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清清楚楚在条文内底有写到、哦，所以主要占领权国啥？主要分配在这土地面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拢由美国做最后的决定。哦、你这样写起来哦。无想讲你呾听听诶，明仔载睏起来，我阁袂记起来。张讲师毋来讲啥，我阁袂记啊。为啥每一节课，吼、哦，我遮代志直接等于讲，甲各位同心在座诶提醒者，咱听每一节课，每一个讲师讲诶内容一定会重复。为啥要重复？重复你会放袂记诶无？重复诶事情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会袂记了？会不会忘记？袂啊！咱自细汉。爸爸妈妈教咱食饭，吼、哦，教咱走路，教咱穿衫，吼、哦，要安怎来整理家己的外表，啊，露喙齿，吼、哦，洗手要安洗，逐工是咪重复咧做，你有放袂记起无？是咪拢记掉诶？每天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同款，你读新台湾论也好，了解国际法律也好，你逐工去甲深入去了解，养成习惯。听听听，中吼，哎，讲师重复讲啊，那我要紧，这是好事啊，增加你的记忆力，你记起来，你听听听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哎，咱顶多要讲啥呢？这讲师大家拢较用心准备咱简报，佮不厌其烦，袂去思考讲哎，顶一节讲过我就免讲啊，无，互你加深你的印象。加深你的印象，所以每一节课的讲师讲的一定会有重复，重复你就是啊，哦，重点在遐，对啦，咱就一定爱记。过来呢，其他的同款爱延伸，哦，像刚才江叔讲的，这节课内每一个江叔讲啊，每一节课伊讲到啊，讲到的内容，你爱延伸去哪做发展，哦，像树枝状啊，为这节开始，哦，原来是。国际法、政经法、吼、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系法，去按去延伸，去哪找到你的法理的支脉，吼、哦，像迄树啊呢，有一个最主要个啊，开枝，吼、哦，落叶，吼、哦，安尼毋则有法度对一个啥法理的一个真相，啥透体了解，这個、概念一定爱清楚做一个建立起来，吼、哦，好，来咱看行宪诏书内容，一下是日文。日本咱看有无？咱这個时阵为什么看无？因为这日本政府教咱的就是教中文，日本没有你知无？所以头下咱看这個，看有诶无？除了你有
日文，甚至在日文内底，佮有古文、古文的用法，我们看不懂啊。因为咱细汉，咱讲实在，咱读到的是中文，吼、哦，所以咱看无。但是这甲咱有关系，咱煞唔知啊。这啥叫做忘本？咱忘本去啊。这忘本唔是咱的过错，是刘邦就遇到方便管理所设下的陷阱，甲唔对的路，互咱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本土的人规划做中国人，这是上大一个企图。佫较可恶的是啥？效忠中华民国，才会自认为是本土的人，煞掺这个中国难民做伙来骗台湾人，这啥叫做政治炼狱？吼、哦，这重要观念要建立起来，你要开始慢慢对过去。好、哦，咱受到的这个中国错误的观念，中国难民建立下的错误观念，要慢慢去丢掉，咱要去一个新的概念。这新的概念不是讲南山乌白变的呢，全部啥造化历来。好、哦，来咱看内容。好、哦，中文看有吧？哈、哦，正式以为朝鲜及台湾两个所在，在我统治下已有多年。这期间教化广批已收习俗同化的时机，这就是说1937年的皇民化，1937年的皇民化确实是把所有本来为清国，清国以来台湾是什么抽油水的，有听过三年过两年末吗？来这个土地抽油水，甚至清国以来台湾他敢拥有的什么中央山脉以西的所在六个屯垦区，以东的唔敢入去，为啥？有高山族。吼、哦，即个清国兵也好，甚至是一开始登陆的日本皇军，吼、哦，要想去野外吼、哦，要方便一下，煞暗棍冷冷，才唔知讲家头落落来。高山族，哈厉害啊！吼、哦，所以开偌久，日本军队咱也知啊，足强的，开十冬，1905年开始。哦，开始做征服，因为现在做征服。1905年，日本，哦，日本帝国就开了一个啥国际会议，伊去询问啦，询问美国，哎、欸，美国啊，你认定我怎啊？这台湾岛属民定这个东部这個部分，变哪些？讲啊，迄就是部落，唔是国家，所以啦，你用个透过战争法，搞啥征服 ？conquer。哦，康奎是这种征服，甲征服像美国当时咧西部拓荒的时阵，伊征服上印第安人，吼、哦，征服了后，你就啊开始建立啦完整的主权。好、哦，你要想看卖哦，一碗饭你捞一半无食，爱有算食完无？问各位在座，人规定讲你食饱的定义，就是你规碗饭包括菜，饭了拢无食完。拢归拢食完啊，安尼是咪叫做食饱？对不？对啊，唔对，那拢无反应啊，无意思啊。食饱是咪规碗饭内底饭菜拢食完啊，叫做食饱，对不？对啊，吼啊，所以完整主权啊，赶快。台湾岛属你家六个屯垦区，中央山脉以东下伫遐，放互生草，嘛唔敢出兵去甲征服，安尼叫做完整主权无？无尊崇嘛，吼、哦，所以看迄地图很奇怪，那东部伫咩海，唔是伫咩海，迄是清国，伊个国家军队力量上济甲遐，无话就会无尊崇，伊唔敢话啊，伊话人来问伊个心肝足虚个，你有去过遐？唔捌啊，咩啊？迄高山足厉害啊，我清国兵敢去野外烧方便者头到落去，唔敢去，因为啊，因拢会猎土啊，吼、哦，除草有听过哦。哦，出草的先，出草嘛，头该切起来。你只要侵犯他的传统领域，就该切头。哦，所以日本军队皇军呐、啊，哈、哦，一开十冬，哦，透过美国的建议，以建立啦完整的主权，哦，把东部国的政府纳入管辖，开始啥皇民化。皇民化就是讲，没有各位每一个台湾，住伫台湾这片岛属民顶的人，看有日本语会晓。讲日本话，吼、哦，听有人咧讲日本诶一寡代志，做基础了，普遍化了，即部大日本帝国宪法，才有法度实施伫台湾，平哦，
哎，我了解哦。哦，黄明化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哦，唔通叫这中国难民讲啊，黄明化伊就用屁想的、屁想的迄个口气。啊、哦，黄明化，你们这是黄明啊，那個、低等。什么叫低等？因为我们家叫做低等。什么叫 低等的文化？专门教人家用诡计、用欺骗。下面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个叫低等的文化。人爱捞起啦，哦，一波一卡印，捞捞起是叫波来做，收款的咱才做，无收款咱唔能。迄唔是咱的物件，咱唔通摸，唔通提，唔通行。哦，你用迄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唔通入去，咱就啥？叫人的收款，咱就到这为止，无要阁弄。中国人教啥？遮住不让你知道的，里面一定有很大的秘密，我们一定要突破、冲撞。所以我现在哈济抗议的运动，互人看足好笑的。太阳花会记哦，一群学生啊，哇，人小花的开始怎向日葵，啊向日葵甲金蕉煞分袂清，我病啊，讲看哦香蕉讲迄太阳花，吼、哦，你看卖，哎、啊、呀，去占领人的国会。流氓政府的国会，为啥美国无支持？简单，遐也发生伫美国，早就去有美国警察开枪。国会殿堂怎么可以让学生去占领呢？哦，了解哦，这学生啦，无了解，对，读册的错误的观念，遭遇陷阱内底。哦，小小的一个学生啊，讲，伊是啥物人？伊主张台湾独立。甲各位同心讲，这片土地有两条路。千万千万唔通去帮，大家写起来哦。哦，第一，主张台湾独立；第二，主张共产主义。这两条路千万唔通行。重点是对，唔通袂记嘞。比如张常常甲咱讲，咱心目当中永远爱带着一个人，爱会记得一个人，迄对啥？你的正手柄。有看迄板球无？球的甲。中远的所在有一个皇宫，有无？内底多少？日本天皇，迄就是咱的主人。吼、哦，主人有授权的，咱才做；主人无授权的，比如讲台湾要分割、要独立做一个国家，会用来做无？袂用的。共产主义会用啊？袂用的。吼、哦，迄就是企图要啥？抢夺日本天皇的财产。想看卖吼、哦，咱阿公。的财产透过不法的手段去甲夺取，明仔连你你都去予警察去予法院家抓去关，哎，我了解哦。什么叫做警察法院？迄就是啥法律的力量，相违法相对，或者啥国际法庭来个制裁。哦，想看卖即个海山、甲宾拉登、甲格达费，军事强人嘛，咪就变诶。到即马只 ISIS 的首领，啊，佫有活咧无？还活着吗？为啥死去？违反国际法。万国公法是，或者世界维持着和平上大共同遵守的国际法。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吼、哦，你来一个哪哪听哪个写起来吼？哦，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吼、哦，你啊写下来，会记你手中了有手机，还是有平板电脑，甚至登记电脑，猜咧，爱改变习惯啊哦。你今仔来遮参加初级班，台湾法理学院的研习会，吼、哦，台湾民政府，这是恁的基础。啊，教你江叔，甲你分享一下，意思啥意思？初级班。15-05-22，就是2015年的5月22号，你今天在这里，哦，那参加初级班研习会，哦，这意义很大，哦，你爱会记得哦，哦，那后摆你来跟子孙讲，哦，我伫2015年5月22号，我来了解法律，哦，爱知吼，即卖是第几期？123期啊，哦，你有时候小记者。台湾民政府，人一定会甲伊问，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照国际战争法，由被占领地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政府。大家注意看哦，
有诶乡亲足欢喜诶，啊恁叫做台湾国政府，真实诶，乡亲是大，你诶热情我知影，但是千万爱记咧，目睭啊天后金看后明嘿，来台湾即个安怎念？为啥叫闽？甲战争话有关系吼 ，civil government 民属政府、平民政府，咱本来名叫啥？台湾平民政府，吼、哦，美国啦，美国军事政府，美国要讲伊叫做美国军政府，所以相对来讲，咱家叫啥？台湾民政府，爱记无？吼、哦，咱是照战争话来成立的，吼、哦，因为啥？咱控告美国，美国所支持的，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是原告，各位同心，千万唔通中到其他人的诡计。甲你讲，伊嘛是，哦，了解哦。台湾、美国，哦，美国政府他支持的是原告，原告是谁？台湾民政府。当时2006年10月24号，头一遍，各位讲，比如他好来讲，今年2015年2月28号是台湾时间，美国诶。2月27号，咱控告美国，吼、哦，头一遍控告美国，咱看有新台论第一页吼、哦，你也方便你也现，吼、哦，啊无方便你先写起来，吼、哦，第一页有写着，美国政府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在华府成立驻美代表处，吼、哦，第一点有来就写着吼，设立经过向美国提出诉讼，控告美国政府与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所在啊，足清楚啊，哈！第一点有写到，2006年10月24日，台湾平民林志升等228名，哦，在美国首都华府，华府一对，华盛顿，哦，华盛顿在哈，向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控告上美国政府，哦，标的嘞。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东西美国总统上，布希，国亲呢莱斯，吼、哦，也标的就是讲控告的这个目标啦，吼、哦，叫做标的，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哦诉求，咱今日题目叫做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无正常，像造成诶主要诶占领全国23条 A 款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容，伊失职啦，失职啦，任何人拢有伊负责诶职务诶责任。既然美国咧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8个国家，全世界，等于是全世界。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同遵守的国际条约，等于是全世界的公法、公共法，就是公法，哦，万国公法嘛是同款，哦，国际条约订立的内容，全世界各国都要共同来遵守。结果美国，你为着好康的要照顾你的马子的中国的流氓政府在台湾、台北。哦 ，Chinese Taipei， 哇！你说甲被占领地人民的天赋人权，有听过天赋人权的请举手。天赋人权，好，谢谢。人权每一个人，好、哦，照主人话来讲，你拢有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所由上天所赐予你自然的权利。哦，像你上厕所，会当甲你用法律甲你限制无？没用的 哦，你的呼吸、哦，你的心跳，可不可以透过法律来制止？没用的不？赶快哈，这是天赋人权。哦，你惊大，你为家迁徙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我巴肚枵，我要去吃饭，我生活过不下去，我会当想办法过，继续过我的生活，不至于生活匮乏，欠呀欠呀，我有权利来。满足我的生活，叫做啥？天赋人权。同款，咱有人权呢，咱袂用咧讲，因为咱的国家天皇向盟国、盟军、美国投降，哇，咱的人权就安尼无去啊，袂用的呢。哦，我们也有人权呢。哦，咱虽然被占领，但是啥，咱应该爱得到咱自然的
天赋人权，好，所以像葛都好呢，美国啦，人权立国，一起开始啊，讲啊，国务院讲，哦，国家免诉，真正国家免诉吗？美国的司法部包括法院都甲通知啊，真实的看好清楚嘿，人过你啥人权？美国是以人权立国的一个国家，伊甚至以这个立国的基础，感觉着啥公认骄傲，结果说唔知影讲去咱台民政府啊，甲闹开。哎，美国你不是人权立国啊？哎，我们被占领了呢，咱台湾去用占领，甲今年第70冬啊，当时是60几冬，64年、60年吼、哦、开始，那拄好。对啊，天意，和秘书长看到，看到先看到法律真相，伊嘛是马赛尼一个吼，即、哦、有个所在，咱研究安法律的迄资料原文的英语哦，咱种讲实在，咱一摆要看啊侪，真正无啊多了解啊，伊了解啊，原来因为好佳哉是李登辉甲讲吼，李登辉即甲讲啊，林先生，你研究政经法吼、哦，你不妨甲套国际法哦。来研究看卖啊，来了解台湾的地位。哇，听着紧的去研究。伊讲，迄个只陈龙旗遐拢写台湾国际地位拢写好啊，唔免我啊。结果研究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台湾还在美国军事占领当中，而且台湾不是美国的，也不是那个中华民国以上诶，日本天皇的。好，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就怎样？学生会讲吼，同心吼，大家讲，讲是，我以前读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日本放弃台湾呢，啊，那有可能还有日本天皇还有保有那个所有权，一开始的我读过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吼、哦，我看哦，根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有想起来无？重点伫遮啦。哦，你若知影国际法，你用日俗美检，你会阁去主张台湾独立无？会无？足清楚的啊！哦，白纸黑字写足清楚的。哦，你无法度开玩笑的。哦，过来，咱想看卖吼。咱知影这几个内容了后，你要怎改？这个亲朋戚友讲，是不是要把书读好？读好你就了解了嘛。好、哦、，OK， 咱就要继续看哦。这个教书啊、哦，加上这次战争的遂行上贡献良多，这下面战争，太平洋战争，其实名叫做大东亚战争。因为日本帝国，伊是去予美国用经济手段甲垫棍，逼伊为着。自我防卫而宣战，在国际法里面，为了自我防卫而宣战是合法的。这上讲诶，麦克阿瑟在1953年诶5月1号哦，一对，1951年的5月3号，一对，在美国的高等法院哦军事委员会来对啦做证词，讲啊足清楚的啊，好、哦、一。因为啦，伫法院内底，你证实的内容，拢按啦，像咧宣誓共款。我讲的拢是真心良心话，无讲白贼，也叫做证词。哦，你甲像后壁你也看在哈、哦。来，为此呢，振兴欣喜，故正于此下令开拓使朝鲜及台湾的住民成为帝国议会议员的门路，邀请大家哦，去变做啥帝国议会。作为啦，研讨国家大事哦，哦，汝等臣民务必善体正义，和谐一致，竭力辅佐政治皇国大计。噶咱少呢，他有那么荣耀的事情，我们为什么现在才知道？你就该看掉呀，哦，用古公4月1号那是愚人节，你都别去看嘛，中计啊，哦，爱知哈、哦，来，这是啥 ？Preface 前言。哦，来，你也有迄个上网的，有看过这个广告的野手？透过网络了解来进来参加课程，举一下手，有没有？没有哦，都是介绍的哈、哦。过来，
拢有刊公告吼，《自由时报》甲《苹果日报》拢有刊公告哈。OK， 安排，我这闹得沸沸扬扬哈。这是对一个单位发的 ，USMG 甲 TCG 两个单位发的，美国军事政务加上台湾民政府两个单位来合法的车牌，有没有合法？美国军事政府授权，好。这里《自由时报》四月二号，好、哦、刊登的内容。这里对呢，台湾州的刀立郡的办事处，哈、哦。即马每一州，就简单，唔是叫州长哦，叫啥？地书，伊早过叫做州长的啊，跟美国接轨，哈、哦，因为军事战略嘛，这个叫做州长。即马啦，那回归。国际地位正常化跟日本的制度来接轨，叫做啥？地书，知影代志，哎呦好记哦、喔，唔通讲看哦，看到咱州的迄个大家长，州长你好，州长你好，改啊啦，叫做地书，去年十一月就改啊，吼、喔，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喔，唔通阁叫州长啊嘿，吼、喔，这张是啥？先生哦，来，再做一根申请的牙签。好，谢谢。阿伯申请的牙签，哇，危险嘛哦！你无法多证明你是台湾人哦。吼、哦，摕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国际甲你认定啥？你就是中国人。讲师，我拿了一个是台湾身份证诶。来拍摄，台湾秘书长，我甲你讲啊，面顶写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哎呀，不要台湾啦、啊，一下啥？台湾省。会欢喜啊！当时台湾省中华民国，伊这部宪法内底，伊虽然182的修宪，无一条条款是写台湾的，他的主权永远没有达到台湾。一部宪法，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吗？于法无据哦。这缅甸也跨了家，哎，讲师，我们是台湾政府，哎，可以独立了，拍谁哦？你只要有提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来，麻烦提出来看。好、哦，缅甸有写台湾政府，这个、台湾政府下面艺术嘞，在台湾民政府这个架构下事情运作，就是台湾政府。好、哦，也不是 self government 哦，爱了解哦，伊是伫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架构。诶，卡事情运作的一个单位叫做台湾政府，唔通讲诶，我摕到这台湾国身份证欢喜噶，唔对哦，法律无合哦，没有符合法理哦。这个身份证你现那背后，你也看到一块晶片，对吧？啊，够一个签名栏，签名栏诶右下角遐有写一排兽医，一排兽医面顶同款有写着一排英语字哦，叫做啥？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同款，哈、哦，伊是美国军事政府来授权。啊，法院的面顶有写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就是让和平条约23条 A 款来底有写，哈、哦，那、啊，诶、欸，中美三个公报，迄个拢有啊。大家讲啊，三个公报我请问各位大家啦，哈、哦，中国人的代志甲台湾有关系无？《ECFA》甲《服贸》是啥个代志？是中国人的代志诶！台湾人，你紧张什么？哦，迄是中国人的代志。咱想看嘛，伊签了《ECFA》来讲，《服贸》也好，伊签的单位叫啥？中国的海协会，甲啥 ？ROC 的海基会、海峡基金会，内底有写着台湾无？有没有？没有诶，伊无写台湾人咧。伊是讲流亡伫台湾这片土地，流亡中国人在台北，跟他们宗主国，因为这样挂出来嘛，不是他非他意愿来移民的，哦，所以啊，伊两边要互动 ，FA 签了代表啥？两边无要修正啊，无要修台啊，所以你看到因中国国民党也好，啥物人去甲习近平握手，有要紧无？跟胡锦涛握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得全世界握手，握手很重要哦。各位同志，唔通轻彩跟人握手哦，尤其是你的敌人哦。
什么是敌人？大家要共同建立一个清楚的概念。任何人甲咱本土台人有离开国际法律这条路的，拢是咱的敌人。爱记得哦，是谁把我们脱离，把我们从台湾法理、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一条路上带走的？他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很重要，你一定要写起来哦。像是像甲咱为法律带走的，迄就是咱一片土地共同的敌人。伊呐要害咱国际地位无正常，阁要继续行迄个政治联盟，迄、那个夹夹联，吼、哦，伊就伫咧内底打滚，永远跑不出来。像迄个看迄，咱有看过迄、那个迄囡仔，迄、那个囡仔咧生迄个饲迄宠物，一个咧囡仔内底直直夹，直直夹，直直夹。想看卖，全世界就是安尼咧看台湾人，吼、哦，你在那个选举的机器里面在那边打转，走得出来吗？当然走不出来啊！哈、哦，这是台湾州安平郡哈、哦，这叫啊，这是副地书黄义峰哈、哦、，OK， 一群是郡守。这阿老看 October 哈、哦，十月二十四号，2006年哦，公元2006年十月二十四号发生什么代志？来，咱看这个影片哈。哦，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发给台湾人美国护照的林志升控美案，五号在华府联邦上诉法院开庭，前司法院副院长陈仲模也出席声援。这个台湾从1945年呢、啊，美国跟日本战争结束之后，台湾这个地方啊的人民呢、啊，是国籍在不久之后就变成中国的国籍。这个是根据国际法来说的话是违法的行为。这个案子的焦点在于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后，日本放弃台湾主权，但并未处理当时台湾人的国籍问题。那个时候差不多有630万的人口都没有机会再一次的来表达我要当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还是哪里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全部改成中国籍。这是从这个海牙国际公约来说的话，这是违法的。台湾平民民主党主席林志升主张，依旧金山合约陈述，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国，而且美国军事政府从未结束对台湾地区的管辖，美国依法应被视为台湾的主权政府，应发护照给台湾人，因此提告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初审判定台湾人无国籍后，林志升继续上告，要求上诉法院确认台湾人身份。不过美国政府律师代表主张，论及台湾主权，美方并非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国，因此力诉庭上驳回。请问将由上诉法院合议庭在未来几个月内裁定。民新闻综合报道。这段影片看完了吼，咱印象当中这记者讲的有足侪错误伫底。同心，小弟我甲大家做分享。第一，美国安发台湾人护照，这是第一个错误的一点。第二，咱敢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是吗？不是嘛吼？伊只讲的讲叫做啥？驳回，这第三点，好、哦，驳回，啥物叫驳回 ？Reject， 吼、哦，甲 abandon 无关系吼。伊等于讲，伊其实伊的英语吼、哦、出来在哪 ？deny 就是讲黑的，为啥条件还未完成？美国开。条件哦，吼、哦，伊个4000名行政人员啊，71万的申请，吼、哦，咱条件还未完成，所以讲，等条件完了后，这个审判才过会继续，吼、哦，所以叫啥 deny， 吼、哦，搁置，吼、哦，你休息下起来哦 ，deny 意思叫做搁置哦，驳回啊 ，reject， 免信啊，看都不用看了，端回去吧，英讲的，中国人就讲的，看都别看了，端回去吧。那叫啥 ？reject， 顶那啥，条件还未完成，黑的，吼、哦，爱知吼，吼、哦，这吼、哦、民事的记者拜托的，吼、哦，当然的错误唔通阁犯哦，为啥？咱大家拢知影哦，吼、哦，你绕开一堆，阮拢大家耳啊腰来拢有咧听哦，哦，你讲唔对啊，吼、哦，过来啥？
来，咱看后一段吼，无要紧。比如恁当时吼，咱台湾国这个正常化，咱赶快有两个政党哦，民主党跟啦共和党，我还知吼。好，秘书长当时讲啦，誓言依战争法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占领台湾。但今嘛有改变无？到现在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好，咱秘书长给鼓掌者。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哦，什么叫战争法嘞？各位在座同心，请你用笔写起来。什么叫做战争法？哦，讲师在这里跟大家来做分享哦。我先整理出来。哦，你今天来上课，恭喜你，你没有白跑一趟。什么叫做战争法？来下讲哈。国际战争法拢总有四个约束哦。第一，海牙第四公约，跟下起来哦。第一，海牙第四公约，全部拢在讲啥？战争的代志。哦，海牙第四公约。第二点，日内瓦和平公约。哦，第三。红十字总会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哦、第四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拢总有三千几条、哦、有在讲战争法的部分第五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部分的判例、哦、判决的一个案例啦、哦、来做依循、哦、这五项呢加起来叫啥战争法、哦我就讲一解吼，你无听到，会记你了简单个写一下吼。第一，海牙第四公约，全部拢在讲啥战争的代志。吼，第二点，日内瓦和平公约。吼，过来第三点，红十字总会章程有关于战争的部分。第四呢，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内底有三千多条吼。第五。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部分的判例，哦，其中的国家加入啥惯例法，哦 ，OK， 哦，这战争法内底内容，大约个记起来哈、哦。啊，这啦，新台湾论内底内容我哪有？哦，各位学员你哪等的？哦，你要背新台湾论，哦，就在买书找尔小姐后面，哦，让你下课时你就应该去问一下哈、哦。这是今年。2月28号，对美国时间2月27号，控告谁呢？第二次控美哦，控告上美国中华民国正式文件，秘书长哈、哦、林志升秘书长及台湾民政府全体同心人员，恭喜哦，你嘛是呢？哦，怕婆啊，你也有告美国、哦，你有刮到车嘿？哦 ，OK， 哦，这是啥？有暗号哦。受征让我解的编号 ，document one 哈 field， 2015年2月27号哈、哦、第一啊一部分，哦，这是美国的受征，我看过哦，头一摆看哈、哦，这对台湾民政府官网你都看得到，网络上我头有讲，你手机、哦、平板电脑甚至厝内底电脑，唔通啊下底啊耍游戏嘿，你爱干啥？进去透过网站去了解国外发生的代志，譬如。奥巴马甲安倍，吼、哦，有今年安倍晋三有去美国白宫诶，你知道吗？新闻有没有播？无呢，拢搁改播诶，啊，隔壁上小拍咯，啊，迄、那个起笑倒啊，也乌白人扑咯，伊会去报这哦、個，没有你知啦，你知你就醒啊，吼、哦，等报一寡无意义诶，一搞啊小拍人，拢伊嘛起来报，猫啊爬厝诶，伊嘛来报。无意义去啊！伊就是要甲当时无你知嘛？是伊啥？透过足吸引人的韩剧，伫四十几台的网知啦，大家拢会去看。哎，好可怜哦！哎，媳妇跟婆婆啊，那都是吃亏啊。那个男的又有什么外遇，好可恶哦！我弄些韩剧看，浪费时间，跟条件过来，咱爱唔通袂记咧一件代志。我们要了解自己本身的权益呢。你是对一个的人。咱即马70当，逐工生活艰苦，想造成诶，因为咱家己有责任吗？我们没有了解，没有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啊。咱必须定讲，第二次控美，加上中华民国。为啥各中华民国？必须定他有讲啊，迄块行政命令，迄张纸，一张纸就改变
你的国籍吧，全世界讲我阿能来咧算的，有够好笑的。安尼我就写一张纸吼，写下来，中华民国明天所有财产都是我的。我写伫纸，我赶快啊，我嘛截参自第01297号训令，我赶快写下来，明天中华民国所有的单位都是我的，可以吗？哈搞一张纸人盖，我安尼迄落美国甲伊拉克战争。美国这年啊，伊嘛赶快出张纸啊！哦，伊拉克原系我美国人民，今国土重光，全部归化为美国国民，会用的无？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初级班咱爱读的重点，紧写起来哦。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你战争这年啊，战胜了，你不能移转这片土地的主权。是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第一重点。第二，流亡不得就地合法，流亡不得就地合法。为啥讲流亡？流亡代表啥？流亡的政府、流亡的国家、流亡的难民，通通叫做流亡。哦，你流浪去一个所在，人一个好心分一间啊厝，房间给你住。你会晓讲伫遮住大个，讲几啊十栋了？这厝我的，系啊，遮收留所的人唔欢喜噶，这也合法。然后龙发堂遐拢会用的合法，龙发堂是那些被收留的那些同胞人的，会用的吗？啊，遮收容所，大家唔足欢喜的。我唔免买厝，我只要给他住几工啊，一间厝就我的啊。社会就没秩序，乱掉了嘛。所以呢，一定要归还。好，哦，根据国际战争法，咱这重要的包括万国公法这两点一定要记嘞。好，哦，咱做为联系。第一，占领不移转主权。好，哦，另外两中文哈，哦，OK。来，一，占领不移转主权。占领不移转主权。二，流亡不得就地合法。哦，爱记得哦，这两个重点嘿，啊，记又好，哦，你拢会通，哦，一里通万里明，哦，抓到重点啊，你掌到重点啊，规关你拢抓到啊，哦，很简单，两个重点，哦，可以选2月28号诶，3月2号公布诶，哈，哦，台湾民政府宣布，哈，哦，你看，已经正式提出告诉华盛顿地区联邦地方人已经接受本案，哦。这是让本土台湾人特别兴奋一刻，让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创造美好的明日。哦，凌晨4点，秘书长还没睡，为什么？很高兴，我们告了，告美国，告中华民国，真好啊！哦，这里的第一次控美案跟第二次控美案，咱的律师跟啊 Charles Cap 哦，去年告未婚，9月份他有来台湾。那看这影片，也看到这律师在讲话哈。Interview 这是3月12号在美国的记者会，哦，有夫人代表台湾民政府发言，哈。那你看民书那个律师的讲话内容影片哈。Two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Taiwan's future: the determination of it, its nationality. Who do you belong to? What country are you a part of?And then who owns Taiwan? Those are the two big questions. And this lawsuit is focused on the first question, which is what's their nationality? This is not intended to further any efforts to make Taiwan independent, make it a part of another country. It's simply to decide who are the people? You know, what nationality are they? Who do they belong to? And then once the way it will work is once you have a determination of who the people are they Japanese? What are they? What do they want to be?Then I always say that who owns Taiwan will follow the question of who the people are. I've talked to a couple of senior people and they are fascinated by the lawsuit. Taiwan is obviously a very complex political issu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can be upset. The PRC already has said if Taiwan declares independence, the PRC will attack Taiwan. So
But in terms of is Congress interested in this? I don't know if I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deal with Taiwan right now, or if they could agree on anything at this point. No one can predict what courts are going to do. All we know is we are 100% certain that our facts are correct in the complaint, and we know we are right on the law. What a court's going to do with it is hard to predict. The next step would be implementing a plebiscite or a vote so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get to express who they want to be. And that's something to be worked out through negotiations. Two most important things. 这个影片看到了哦，那就是咱的律师 Charles Kim 哦 ，OK。最主要内容是在讲啥？每一个人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的内容，每一个人都拥有国籍。他头一节课秘书长开幕致辞的来都有讲哈，本土人有国籍无？想一下哦。秘书长刚刚讲，我现在复习哦。好，本土台湾人有没有国籍？没有啊，哈。为什么没有国籍？有想到这个问题哦。好，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落去，日本政府不得不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他把台湾人的国籍给解除了，因为根本宪法不讲。一起昭和新的宪法，叫做和平宪法。我听到有没有听过和平宪法？对，现在日本国的宪法，它是从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修正案所透过麦克阿瑟他的授权者杜鲁门总统授权他去改大日本帝国的宪法，让现在日本国从变成什么新全面焕然一新的一个国家。他已经脱离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了，要倒拜哦。反过来，各位在座同心，你现在留在对，去想看卖哦。行宪诏书头一百度写日本呢，1945年4月1号，日本政令跟会计年度的开始。一波宪法是对一波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由明治天皇陛下。他透过行宪诏书让大日本帝国实施在日本帝国整个境内。昭和天皇陛下他看到在台湾建设包括朝鲜，他很高兴，他就把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朝鲜跟什么台湾。各位在座同心，咱想看看，爸爸妈妈祖先把咱生下来去户政事务所甲咱登记户口的时阵，父母甲咱的关系会切断去无？袂用的哦。行宪诏书就是这个功用。天皇他可以没有透过帝国议会的同意，他用行宪诏书的一样的一个命令下去。我命令日本帝国爱遵守我诏书的内容，甲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施伫台湾，因为我有按照万国公法，伫1937年皇民化，甲所有台湾内底境内所有的皇民，因拢了解日本，看有日本，会晓讲日本话，吼。这部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常都来实施落，实施了后，那像登记户口。日本天皇甲咱的关系，未因为战败投降，日本政府甲咱切断关系，这个关系已断，所有权永远存在。所以，比如你讲的，咱心肝底永远来藏着日本天皇，这是正确的。爱了解无？咱囡仔做囡仔时势，做人的子女，你浪迹天涯，你心目中永远要放着，永远要感恩的人是谁？你的父母，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还有什么？对你有恩的人，帮助过你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要学习感恩感谢。好、哦，这个、心态要给的。咱莫像中国人，来这住70冬啊呢，忘恩背义，搁要把咱的国土吞大，这是天皇的呢。
无经过天皇的同意，南山乌白开垦，去哪去嘛？乌乌去，吼、哦，所有乌白拢去乌白母。如今即马你看，良田变荒地，像话吗？吼、哦，这样你就知啊，吼、哦，忘恩负义跟能够饮水思源，那想看卖哦。你要做饮水思源的人，还是要做忘恩负义的人？发力最重要的，吼、哦，那也记得感恩哈。哦这张啊，好、哦，他有看过嘛？哈、哦，1946年的1月12号，一暗，明明你前一暗，你就大日本帝国国籍的人，雄雄变安尼，系啊，吼、哦，咱即下搁留伫厝的呢，参咱的大家长日本天皇大做伙，我甲各位同心讲，日本天皇今年80几岁啊，5月20号，今年的5月20号，前天。天皇，天皇陛下，平城天皇陛下，落产，落一产呢，在破产呢。昨天、前天，5月20号，他下田去播播产呐、啊，种田。大家想讲，哎、欸，做皇帝、做天皇应该翘脚练喙手，等着收获，无？种田，太太嘞，皇后，伊讲我嘛是饲牛啊。吼、哦，生产啊，袂讲不是生产，就遐坐坐等收成无，足过来80几岁，咱想看卖哦。甲咱的遮乡亲时代，阿爸阿母伫产的顺产水，咧耕作有同款的精神无？你来看卖，耕遮耕作的，做甲老，做甲翁生伫产的翁生去的，遮拢是受到日本教育落来，标准的日本台湾人。下面叫日本台湾人，日本天皇的皇民，这住在台湾，就是日本台湾人。讲个习惯，中国人无法度改口头上改吃豆腐，就简单嘞。中国人会讲你是中国日本台湾人吗？会无？你若讲你是台湾人，也吃你豆腐、哦。台湾人，中国台湾省的人啊，叫台湾人。你若讲我是日本台湾人，日本天皇的皇民，我住伫台湾，就是日本台湾人。他没办法吃你豆腐，好、哦，还知哈、哦，哦，这个观念要知道哈、哦。节餐制第0127号训令，好、哦，这狗狗啊，这样讲你接，必定念过哈、哦，这大家搁回想一下得了哈。他、哦、好康一张纸乱改改，安尼全世界等于像话吗？一张纸得了，我凊彩 memo 纸写起来，我马上讲啊，哦。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这样人权宣言哈、哦，第十五条第一条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咱头下听迄、那个看迄个 interview 哦 ，Chess Cam 讲的这个哈 ，nationality 啥叫 nationality 国籍国籍。各位同心，你是对一个所在的人，这你是哪里人？这哪里人的意思啊？国籍 nationality 国籍，好、哦、来注意看哦，英语看我要跟中文哈、哦。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第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无可能让你无国籍啊。哦啊，美国你爱放娃娃，70栋拢台湾人拢无国籍，无打紧，你唔解决，为着图利你的盟友，让台湾人受苦70年，拿着那一本绿色的。国际难民护照，你也加得哦，讲师，你有没有讲错？那一本绿色是国际难民护照，真的假杠哎？国际护照的颜色，你莫听讲，你拿护照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护照拿也要拿正确的颜色啊。正确的国家深蓝色，不是暗红色，绿色啊，国际公认。流浪在其他国家的难民 refugee 拿的护照就是绿色的，这些个呀。我公言我啊，绿色本土台湾人，所以绿色拿得很光荣。你错了，你可以本护照，你到任何国家去，你的眼睁睁的旅游团还是个人旅行，大家国家拢海关安尼正常过，偏偏你足好运的去，甲你挡的。Stop， 稍等嘞，稍等。咦，为什么？伊就讲，哎，等一下要约谈，该问，请问你来阮国家要做什么？你来阮国家怎啊？
你流浪的中国难民，你来我们国家制造问题吗？甚至中国人你就知道，你去到世界任何所在，讲话上大声的，乌白蛋粪扫的，随地大小便的，乌白蓝衫做的，那是假拢去人做记号、人做纪念的，迄种中国人。你摕到 Chinese Republic of China， 吼、哦，缅甸阁写中华民国，中国有台湾啊，台湾，歹势，住在台湾的中国难民。你无法度证明，伊讲啊，你还有第二个身份证明的文件吗？你也无一张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你炸仙姑，你敢炸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也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世界公认伪造的证件，你甲识别证有啥无共？咱去一个社区，去一个管理大楼，警卫室的警卫，伊甲你的证件、证动的。证件揢起来，戴伫遐驾照啦吼，遐暂时对因来讲啦吼，其实拢假，咧因管理方便。我头有讲着麦克阿瑟伊知，伊有啥改这个国籍？1946年1月12号，一套行政命令，透过行政命令改变所有住伫台湾日本帝国的台湾臣民的国籍，大日本帝国改做中华民国。今年的3月、6月、9月，英国跟美国拍了3次电报抗议，蒋介石你还唔对哦？结果蒋介石派代表去日本国向麦克阿瑟说明，是为了方便管理。哎，有精神起来无？为着方便管理才去改伊的国籍，好管。伊足简单啊，当然足好骗，歹假。好、哦，该骗骗的，因为讲你都对起啊，有没有像那个招魂催眠曲？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就对起啊，赶快哈！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定改变国籍的权利。比如伊做美国人，想想诶，我要效忠英国女皇，变英国人，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啊，人权，世界人权宣言 （Declaration）。哎，老师，讲师。开罗宣言呢？开罗宣言是公报，也不是宣言哦。好、哦，这后来的纲书慢慢会跟你们讲，开罗宣言是不是宣言？不是，它叫开罗公报。好、哦，你刚才你迄、那个新谈论你很有在哈，它是开罗公报，公报而已，它不是宣言哦。这是迄个3月12号的时候，哦，美国各大网站。National Press， 迄个所在是伫华盛顿 D.C. 一栋大楼底，迄个所在内底有一个国家记者俱乐部，吼、哦，伊足侪国家所有记者拢伫遐哦，啊在做那遐，迄就是没有办公室，哦，到处跑的记者在坐伫遐，其他诶拢伫迄栋大楼国家记者俱乐部遐有自己的办公室，坐在里面看这个，吼、哦，说明会 interview， 吼、哦，爱知吼。哦现在当然有可能哦，来看看30几年前要40年啦，还在差这个问题，在做东西。起核能发电厂是对还是不对？核能发电厂是对还是错？大家都知道嘛，吼、哦，不对的代志是安怎？你要甲设议题，予人来投票，有想过哦？搁大差。哦，也透过政党的对立，用这個来给你查。哦，爱记得哦，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所有政党团体拢会效忠上中华民国。喂、哦，讲、欸、师，台独联盟不是啊？谁说的？台独联盟就登记在中华民国的里面体制里面，效忠中华民国。所以你看啊，说除了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国国民党。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台联中华民国台湾团结联盟，有精神无？有惊到？拢效忠中华民国的，去用占领、去用吞大的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还是 of Taiwan？ 你爱记得哦，本土台湾人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人，叫做本土台湾人，对吧 ？Of。The people of Taiwan 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生土有根扎根生根，
吼炭烧，叫做本土台人已经伫咧涂骹念的，袂当行。The people on Taiwan is 啥？在台湾的人会用咧刷叮当的，今日伫遮，明仔伫遐。今天在台湾，明天在新加坡，后天在马来西亚，哦，大后天又跑到美国、欧洲去，也叫做 on 流浪，凊彩行行的。哦，台湾关系法要保障谁？保障 the people on Taiwan， 不是保障 the people of Taiwan。所以讲咧，台湾关系法，你唔好叫骗啊！台湾关系法是保护在台湾的中国人，台湾本土台湾人无可能。所以就是讲啊。把台湾关系法 suspend， 是不是废除？你知道美国爱照国际战争法，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保障被占领地人民的人权，由被占领地人民所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政府，台湾民政府来管理民事、军事政府的管理军事跟外交，我知吼。伊个头下迄鸦片，吼，2006年迄鸦片，伊讲护照唔对，军事占领地必须由主要占领全国的美国，吼，发给被占领地人民什么东西？旅行证件，吼，迄东西有讲出来，吼，旅行证件英语安怎念 ？passport 是无？唔是哦，叫啥 ？travel document， 你若记袂起来就简单，在做东西，你无读英语嘛，不要紧。哦，小弟跟你分享，安怎记？找无倒起来，我记哦 ，travel document。你也无多记一句话，足简单，因为咱本土台人对这片土地，包括咱本来正常国家的历史、记忆、文化，拢袂记住去啊。因为啦，经过228屠杀、白色恐怖所知影的成败，一个一个拢无去啊。咱阁知影咱家的新闻，今仔日。咱都袂袂袂懵懵，甲怎啊阁找袂着？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还知无？吼、哦，所以啊，找无，咱拍散去啊。叫这美国以政策性的为了方便关系参蒋介石，是不是啊？美国国内它可以借由台湾自己当局，吼、哦，根据台湾关系法 make available 卖家的一个菜单，和台湾第一当局去买武器，买美国外地的武器。在做东西，阿帕奇会记哦，伫龙潭飞飞，伫底哈栽落来，迄人要滴个吗？连飞都飞袂行，螺丝已经歹起来，还讲唔好飞，飞飞，还佫叫李倩龙去坐，啊，迄仪表板上新的吗？美国啊，无要紧，你去翕吧，迄仪表板已经淘汰，迄是已经唔是上新的啊，还知哦，吼、哦，迄拢袂歹滴个啦，吼、哦。想开机，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第一动作想开机，有纳税金无？有纳税金的野手，我嘛有啊，我嘛有纳啊。为什么？爱记得哦，法律至上哦。你莫像我来参加台湾民政府迄个初级班，摕到台湾民政府这个晶片身份证，美国制造的，美国国防部相关单位授权的。好，啊，我就拒绝纳税金 A N O。台湾自己当局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仍然保有管辖权。你莫该直接对啊，看我警察，台湾政府警察，我不要跟你配合，我闯我的红灯，可不可以？你已经违法了、啊，闯红灯了、啊，红灯右转了、啊，红灯左转了、啊，你就是爱去用换。好汉不吃啥。眼前亏吼，唔、哦、好，那哎、欸，我法律足饱，我就要甲警察恶恶样，啊记得哦。然后一开始，台湾民政府主张啊立场，我看一点哦，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但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我看即句话的牙签，谢谢。哦，会记得哦，甲人恶恶样。是不是啊？要跟他对抗，拿武器，拿石头，要抗议，要抗争，是不是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不是哦，哦，还有最后一点，对流亡中华民国他所做的政策不配合，好、哦，爱知哦，不配合不是说叫你不要去缴税金，不要去当兵哦，不是哦，
哦，伊做伊的，咱做咱的，因为啥？这片土地上目前就存在双政府平行运作。为啥？美国他追求什么？无缝接轨，慢慢慢慢去夹起来。什么叫无缝接轨？在平交到那个铁轨上面，火车正常行驶，在一个段距离之后，那个铁轨自然导向正常化。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叫正经化，吼、哦。和台湾恢复啥？由被占领地的人民来接管这片土地的行政事务，哦，叫做无缝接轨。这也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起点。那我了解不？哦，不是讲哎，个可以好康哎，吼、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完，个台湾关系法啊，继续的，开菜单，和大家在做的，哦，去买出钱去帮伊买武器。公婆就无价值啦，吼、哦！所以公婆人家伊就知啊嘛，控告美国第二摆，搁啊控告，搁加中华民国一摆，做伙告，系啊，你改啊，国籍甲改，伊改咱个国籍，只要美国判决出来是违法，有啥物结果？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会不会还可以使用？对啊，无效啊，吼、哦！啊，护照也没有用。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唔免选举啊，吼，爱知哦，哦，公道嘛唔免啊，哦，你看下下骹遮，你想到就爱笑诶，吼、哦，独立，搁家己搁去家己修，哦，自焚。昨天啊，前天是毋是搁一个戆腿诶，先姑伫迄个啦总统府头前搁修起来，5月20号。有讲无？超戆的啊！唔通去用迄条西龙啊，就真正去遐烧去啊！吼，加感情，爱记哦。正常法律担人，咱做正常法律担人，唔好加讲感情、民族情感哦。我是哎呀、欸啊，我的所有啊，看到中国人，我就要啊，牵石头啊，刀啊，牙就要甲抢去啊，可不可以？法律担人不使用暴力或武力，爱记的。语言暴力算不算是暴力？是哦。你们看，因为我是台湾民政府人，我有甲草干六桥开始甲骂啊，哦，三字经就出来啊，我不满啊，因为我去用你对70吨啊，我这样拉八花地，我就不要给该对枪，跟你不和气的讲话很大声，可不可以？不要哦，法律当然上大的特质，咱讲的既然是法律，细细声好好啊讲是嘛是对的，有必要甲人大细声哦。无必要，所以咱咧甲咱，比如咱只读完新谈论了，咱等下甲人互动会记咧，好好讲，吼、哦、了对方了解，诶，即下讲法律当然无同款哦，甲只台面上咧讲引导啊，吼、哦，引导啥迄有诶嘛，吼、哦，拢无同，吼、哦，全面一新，我们是从今天开始崭新的生活开始，法理生活，哦，咱上网会记咧，搜寻引擎拍上台湾民政府官网，官是对一个官。官方网站的官网，按搜寻，吼、哦，这七个字加一的，你就会看台湾民政府加七的，你就当看到迄头先遐文章，吼、哦。OK， 这囡仔哦，可怜见唔到咯啊，又打到红线无？各位在座同心，江苏他有甲你讲哦，有两条红线，千万唔通去打，对啊，知哦，系啊，少年诶，台湾是上诶。日本天皇的吼，江苏甲你讲，吼唔通阁注定啊，台湾独立。以美日安保条约，大家有听过无？美国甲日本国防卫军为着保护日本天皇的财产，透过美日安保条约保障日本天皇的财产。所以呢，只要谁展开台湾独立的武装行动，第一个时间一定会被美国跟日本国歼灭。爱知哦，唔是中国哦，我主张台湾独立要武装革命，拿武器要打，第一时间美国一定会出手，哦，一定爱给的，哦，共产主义也是一样，不可得。这个机啊，唔好 OK 啊，啊，为了台湾是拿这个机吗？爱清楚吼，迄是中国人的流亡机吼，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唔对了，你写这字吼，只是啥错错错错错错错，写一百遍，全世界语言拢可以写一批，拢同款，都是错。
哦，你翻译只是说你写的错的句子翻译成各国语言，强调你的错误。哦，知哈、哦？那台湾人是到底什么人？这就是这届第一届抗美甲抗美案参中华民国最主要重点的，这国籍。哎，洪清是抓你对人国籍，那国籍无变吼，赶快啦！大日本帝国的皇民，哦，咱本来是小弟，即马才变大兄，啊，日本国出去啊，即马回来大兄会上老伫厝的之类的，哦，你该搬出去啊。虽然不是他意愿的，但是他根据的宪法是新的日本国的和平宪法，就是昭和新宪法。哦，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来对保障，咱甲天皇徛做伙呢，无国籍啥？什么叫做没有国籍？不是，哦，日本天皇有没有国籍？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来，我问大家，哦，你现在来考熊熊，你等下要考你的清兵切友，日本天皇有没有国籍？认为有的请举手，认为没有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好，谢谢，甲各位分享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跟英国女王一样，为什么？写下来，因为没有效忠的对象。伊本身就是主权的代表者，我就是代表日本帝国所有权的人，我就是日本天皇，我代表日本帝国，我就是被效忠的人。那请问一下，我有效忠对象吗？我没有啊，这国家的外啊，所以我没有效忠的对象，所谓我没有国籍啊，就都会在这，咱拢没有国籍呢，咱跟日本天皇同款呢，但是咱搁较惨，咱摕人诶难民护照出国，搁去给拍拍照，遭受到全世界各国的屈辱。当然，国这地方正常话，就是由美国军事政府依照琉球民政府的模式发给我们什么旅行证件？哎，记得哦，唔通阁为只口上上吹讲，哎啊，后摆阮迄个美国军事政府发给咱护照，你阁袂记起啊？是发给我们啊旅行证件，你阁会用阁甲讲旅行证件用一个啥 ？Travel document， 哦，爱知吼，好 ，OK。好，哦，这个新建造书答案给了哈，啊，今天课程到这，感谢大家。